直接搬是会受伤的。全副武装进行大扫除。农历年前，许多家庭主妇像这样忙啊忙，但小心你的姿势如果不正确，可能引起下背痛而就医。因为打扫啊，不当的使用那个下背力量，还有搬重物，那导致这些疼痛症状，在这种病患增加了2到3成之多。那要怎么扫才不会酸痛整个过年？首先提重物时要蹲下，用脚的力气代替腰部，不要弯腰。再来拖地时使用长一点的拖把踩弓箭步，擦窗户时抹布尽量不要抬高过头，谨记清扫大原则，还得要做好暖身运动。四足先跪在床上。第一招，双膝踩跪姿，一手往前伸，一手垂直撑，一脚向后伸直，停10秒，重复6次。脚弯曲，然后屁股抬高。第二招，平躺，臀部抬高，身体呈一直线，停留5到10秒，重复10到20次。做好暖身运动，保持正确姿势，让你大扫除时身手灵活，扫后心情好，身体更好。